你听好了，你给我看好了这把刀，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赎回来的。 银子，好了，破刀一把，50两。哼！哎，哎，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宝厨啊，你慢点啊！我真没用啊！我，哎呀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给爹报不了仇。 我现在连年养活不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我真的什么都干不了。宝厨，你呀别太自责了啊！我真没有。哎呀呀呀，我就是一个废物。哎呀，娘，你当初就不应该生我。哎呀，宝厨啊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，娘只剩下你了，这全世界呀，娘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啊！娘，哎呀，宝厨。 咱母子俩相依为命，不管日子再怎么苦，娘都觉得这是快乐的，因为娘啊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。娘，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让你操心了？哎呀，宝厨啊，自从你第一天出生，我就没有停止过担心你呀，不是因为你爱调皮捣蛋。 就算你是一个乖宝宝，娘还是要担心你的。就算你将来结婚生子啊，满脸皱纹，娘啊还是不放心呢，你懂吗？哎，嗯，娘，你太烦人了。哎，你说我，哎，你这臭小子，你嫌我烦了啊？我养活你半天呢，你嫌我烦呐？我看呐，我是白养活你这么多年呢。 瞧瞧，刚刚在街上听说呀，贵店呐新聘了一位好厨师啊！没错没错，待会儿我把他叫来亲手做几道菜，让大人品尝。好，好，好，请吧。大人请，大人请。哎，两份龙凤鸡翅，糖醋里脊。 芙蓉里脊，大人慢用。嗯，慢着，慢着。一闻这味道就知道这个菜好。大人，名不虚传吧？大人尝尝。来，嗯，妙。 好吧，妙啊，绝了！老板，您叫我。包大人，这位就是我们金广府的主厨陈佳肴姑娘。民女拜见知府大人。哦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哎呀，还是个女流啊！陈姑娘，你做菜的手艺呀，简直是超凡入圣啊！大人过奖了。老夫可以算是吃遍了天下美食啊，但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，陈姑娘，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呀？回大人，我是跟……来来来，跟师傅学的。哦，哎，蔡老板啊，介意不说话呀？ 好这边，哎，好，好，曹兄啊，请你务必帮我一个忙啊！包大人呐，提都甭提喽！哎，怎么，你知道我要干什么了？包大人。
这天下人呐，谁都知道您鲍知府是个有名的吃客。哎，只要有好厨子，您一定要抢到手的。哎呀，浩草兄，你多担待，帮我这个忙吧。啊，鲍大人，这个佳肴师傅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宝贝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他给抢走。哎呀，浩草兄，鲍大人呐，这官再大也压不过真理去，您说对不对呀？哎，啊，那当然喽。要是熊总督跟我要人的话，我还是不能不买他的账啊。哎，蔡老板，你可够势利眼的。哎，鲍大人呐，我是事出无奈，别有原因呐，你还是多多见谅啊。别有原因？对对对，我有苦衷啊。哎，哎呦，娘你慢点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好高啊。就快到了娘。大觉，哎，娘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脚疼啊。你脚疼啊，那就先歇一会儿吧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来，娘坐。坐这儿，坐这儿歇会儿。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坐下歇会儿。哎呀，累吧，儿子？啊，我还行。你呢？哎，儿子，嗯，咱们到上边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。啊，好啊。哎，上面有和尚，也许能给咱们一碗饭吃。哎，走走走，快走吧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呀，哎呦呵。哎，怪了，这么大怎么连个和尚也没有啊？这里好大呀。是啊。哎呀，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人。好好走。嗯，娘，你别拜佛了，拜来拜去你会折寿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什么折寿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进来进来。啊，进来。哎，跪下。啊，哎呀，跪下。百位呀，哎呀，我们母子俩呀，实在是逼得没有法子了，所以呢，才当了你那把御赐银刀。你可千万别见怪呀！你在地下有知，可别在阎王爷那儿告我的状啊！哎呀，娘，你把爹给捉到地狱的阎王老子那儿去了。哎，是，哦。百位啊，百位，你不在地下，你在天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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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我弥陀佛呀，在天上，保佑呀。啊，阎王老爷，你亲自出马了，你。哎呀，和尚，和尚，老衲乃本寺住持不知，不是什么阎王老子。哎呦，二位，请便。哎呦，不吃。哎呦，哎，他不吃什么？哎呀，和尚不吃肉的，不吃什么呀？哎呀，不声不响的，和尚真是可怕呀！你吓死我了，你！切！哎呀，这还行吧？进去看看吧。来呀，宝厨。哎呦！哎呦，娘你小心点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你瞧，你也得小心呐！哎呀，这个鬼地方，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里虽说是怪怪的，倒挺有人情味儿的啊！不然我们先住这儿吧。啊，娘，这地方能住人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讲究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
金刀御厨曹达，叩见圣母皇太后，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曹达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自从封了你当上金刀御厨之后，哀家就没吃过一顿饱饭。奴才该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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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奴才该死。光磕头有什么用啊？你能磕出正百味的烤鸭来吗？奴才该死。对了，娘，这两天我把陈竹水和他亲戚家都查了一个遍，可是人家告诉我已经搬走了。哦，那就算了呗。算了？那不成，我觉得他肯定躲在福州附近。哎，对了，娘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有什么特征啊？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爹他生前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这个陈竹水他做菜方面有些什么特征呢？做菜的特征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陈竹水不管躲在哪里，他肯定还是以做厨子为生、啊、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把福州大大小小的饭馆吃一个遍，肯定会找到他的蛛丝马迹。想想看。哎，我记得你爹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说呀，陈竹水做菜呀喜欢加一点点凉州的绿葡萄酒。啊，凉州的绿葡萄酒。关了一天就放出来了，运气不错嘛。我啊，哎呀，我还运气不错。是啊，本来我不想承认的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是个倒霉蛋。哎，这个你别放在心上，人啊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大姐贵姓啊？我这里人就叫我阿菊。好、哦、哎，阿菊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个福州啊可真黑呀、啊，居然公然勒索良民。哎，还有那个知府叫什么鲍鱼，听着名字就够臭的。宝厨啊，我看这里的情况你还没弄清楚。这个鲍知府的个性虽然有点迷糊，可是啊他其实是个老好人。哦，福州的龌龊事啊都是他身边的那个吴师爷搞的鬼，知道吗？哦，鱼丸，卖鱼丸，卖鱼丸啦。主厨自己上街买菜啊？姑娘，就是最近轰动福州的陈佳瑶主厨获奖了。他是佳瑶，我是宝厨，我比他厉害。哎，别理他，别理他，来尝尝我的鱼丸怎么样？好啊。哎呀，你这鱼丸看起来就有点门道啊。真的吗？啊，来来来，快尝尝。哎，这个啊在广东叫鱼蛋，咱们福州叫它鱼丸。俗话说没有鱼丸不成酒席，大主厨怎么样？嗯，真的不错，比我们那儿的厨子做得好多了。真的吗？你给我来五斤，要生的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来。阿菊姐，你可千万不要给他呀。为什么？他想跟你唱对台戏呢。哎，老板娘，他的话你能信吗？我怎么会跟你唱对台戏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做过红烧鱼丸？当然有了。怎么做的？那简单，先放点葱姜爆香，然后用快火一炒，再放点酱油，不就成了吗？哎，非常简单的。我教你一个更好的方法，是吗？哎，来，来呀！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个名字也取得好，金香海鸡蛋。嗯，哎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香海鸡蛋不是做个菜吗？
还搞得神秘兮兮的。我去金广府点一道，我不就全知道了？好啊，你去点啊，别人点可以，你点啊，恕不供应。不供应？不供应我就怕了。哎，哪桌的客人点我就抢。好啊，你有本事你就去抢，小心挨揍。啊，慢走啊，陈姑娘。金香海鸡。哎，他刚才跟你说的是什么烂名字啊？什么金香海鸡蛋？哎，这海鸡蛋是什么呀？哎，我问你，海里的鸡是什么东西？鸡？嗨，鱼就是鱼嘛，还鸡？嗨，多此一举。哎，宝厨啊，这就是你没文化了。菜要做得好，还要会起个好名字。俗话说，红花还要绿叶衬嘛。哎，你没文化。好好好好好，不和你婆婆妈妈的了。哎，阿菊姐，你呀、啊，帮我照顾一下摊子好不好？我去办点事儿，谢谢啊。好好好。哎，还是得先尝一尝。味道不错啊！你说要记住声音文字还都简单，嗯，想要记住酒味还真不容易啊。哎呦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哎，小二，坐这。哎，有没有加酒的菜？加酒的菜是要烧酒鸡。哎呀，凡是加酒的，通通拿来。好嘞。哎，是你啊？嘿，真巧啊！哎，每次都碰到你，你说咱们俩是不是有缘分呢？谁和你有缘分？你少臭美了。哎，我刚买的酒，要不要尝一尝啊？哎，客官姑娘，菜来了，两位慢用啊。一口就要走啊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哎呀，姑娘慢走。哎，慢走啊。他也是来找人的。嗯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小二来了。客官，醉鸡、啊、慢用。好。醉、嗯、虾。醉蟹，哎，呀，醉鱼，哎，不，酒酿汤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皇上驾到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嗯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皇额娘，听说你昨天到果园里采果子去了，这种事就让下人去做吧。果园里虫多蛇多，到时候受了伤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以前干惯了，现在能不找点事做吗？皇上，你现在已经亲政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的都到我这儿请安。那、嗯、皇额娘，儿臣就是再忙也应该来给您请安的。启禀太后，皇上一直是很孝顺的。哦，哼，孝顺？皇上现在亲政，日理万机了，
皇儿心里还惦记着额娘，这就很不错了。皇额娘，儿臣不敢不尽心治理天下，但更不敢忘记孝道，还请皇额娘多多教诲。啊，其实啊，你从亲政开始也不少日子了，不是为娘的不放心，本来呢想以后想想亲福，让你办一个御厨大赛，可是结果呢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哀家现在天天怀念已经去世的金刀御厨张正和银刀御厨郑百味。哎，都怪那个曹达做不出什么好菜。哦，还有那个没当成御厨的陈竹水，哀家虽然只吃过一次他的菜，可是心里怎么也忘不掉啊。启禀太后，陈竹水那个淫贼手艺再好也不能进宫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再找一个好厨子。哎，启禀太后，以奴才之见，不如想个办法，把天下的好厨子和好菜全都罗置进宫，尽尽皇上的孝心。小春子，皇上这么忙，哪有闲心管这些小事啊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昭告天下，让各省选出各具特色的美味佳肴和各路名厨来伺候你老人家。启禀太后，奴才早就说了，皇上是大孝子，我看二十四孝应该再加上皇上一孝，改成二十五孝才对呀。既然皇上一片孝心，我看就照皇上的主意去办吧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太后端佑堂仪，皇太后的圣寿节将至，余令闽浙总督熊章及在闽大臣遴选佳肴，赴京参加宫廷斗赛，弘扬中华美食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文大人一路上辛苦了啊，请上座。文大人呐，这次圣旨来得突然，那就请文大人就斗菜事宜明示一二，如何呀？啊，圣上自主政以来，对圣母皇太后一片孝心，所以这次借圣寿节之际，欲令全国各地斗菜，这正是各位大人显示对皇上一片孝心，显示地方菜肴优势良机，不可错过啊。本都不敢夜郎自大呀，这个福州啊，它虽然是个小地方，可它还是人才济济。就拿这位福州的知府鲍鱼鲍大人，还有学台陆荣陆大人，哎呦，哈哈，那都是鼎鼎大名的美食家呀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分之牛耳，不负皇恩。都座说的是啊，福州确实有不少好厨子，就拿金广福的主厨来说吧，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那手艺可不一般呐。哼，金广福算个什么东西。都台大人，既然福州是个人才荟萃之地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不知福州哪一间庙宇香火鼎盛，本府想去上个香。禀文大人，福州有间大觉寺，庙虽然不大，可香火鼎盛，下官愿陪同前往。庙不在大，京城则灵。包大人呢，你可得辛苦一趟了。遵命。让啊让啊，少爷你真棒啊。Trust me. Let's go.看来皇上是决心要撤换你了。王爷，事情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？哼，
不起来的阿斗。这事儿只有一个解法，你的厨艺不行，咱们就借着全国斗菜的机会，网罗天下的名厨名菜，通通收在你的门下，这样你才能重新获得太后青睐的机会。王爷，您的主意真是太好了，王爷果然英明，王爷英明。启禀王爷，门外扎什米求见。嗯，请他进来。是。王爷。啊，扎先生。Good morning。王爷，他骂你呢，说狗摸你。嗯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厨子？上次还没被打够吗？假洋鬼子，还想试试吗？哎，曹达，回去吧。是，王爷。请坐。拜拜。哎，王爷。Look。啊，世米啊，你是想给我换换口味儿？好啊，这个法，这个法，法兰西。对对对，法兰西的糕点比起咱们的绿豆糕来可好吃多了。王爷，我们扎家一直是做饭庄的，所以呢总在吃的上面打转悠。不不不不，那李公公推荐你的时候称你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看样子你对外国的这些洋玩意儿都全懂得了嘛。不敢当不敢当。李公公抬举草民了，不过草民愿为王爷鞍前马后奔走带来的这几样番菜，不知道王爷喜不喜欢。喜欢喜欢。你那个什么啊 ，trust me， trust me， 洋行在福州是最大的行号吗？不瞒王爷说，我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在身，但是在福州也可说是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啊。王爷如果在福建省有什么事让我做的话，我一定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。王爷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来办呢？世民啊，皇上已经下诏了，要在皇太后的圣寿节举行全国斗菜献礼盛典呢。到时候啊，各行省都要献上最拿手的菜色进行斗菜啊。全国斗菜，这酷啊。怎么？我是说一定很热闹啊。对对对对，本王已经争取到了主持这次大会的差事了，所以啊，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到最好。我需要你的地方就是你回到福建以后多加注意各路名厨，然后收服他们为本王效力。如果有人不愿意呢，你就把他们最拿手菜的秘诀取到手。您是说窃取商业机密？这我最拿手了。咱们是做 business 的，最会干这种把戏，商场如战场吗？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您的意思是说能把人弄来就把人弄来，如果人弄不来呢就把菜弄来，对吧王爷？ Yes， 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你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本王敬你一杯。 Cheers。 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有个名厨叫陈竹水，他的厨艺啊是天下第一，不过现在他正在被朝廷通缉啊。 Why？ 为什么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要想办法把他找到就行了。法办？ No， 咱们干嘛要替衙门办事呢？本王找到他另有用处。 No， no problem。No problem。快！
们两个去那边。有。那边，那边。快！仔细搜查。是。阿弥陀佛！大和尚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逃犯？阿弥陀佛！哎，快说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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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神气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得无礼！啊，两位大人好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捕快啊？我们是江宁的巡捕，一路追踪朝廷侵犯至此。江宁的捕快跑到我们福州来撒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启禀大人。别禀了，快滚！不是。走。大师啊，多有得罪，万无见怪啊！一群狗官狗妖狗淫贼魔，阿弥陀佛，一个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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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！一群狗官狗妖狗淫贼魔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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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不吃大师啊，是我们福州最古怪的和尚啊。这么说来，道行一定很高了。高啊，一定高。啊，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大师的意思，让我住那间房子？啊，请大师赐弟子一个法号。了空，了空，好，好名字。哎，请，你们请，你们请，客官楼上请。哎，吃面，吃面了啊！哎，客官吃面啊！潜逃到福州，果然跑到福州来了。好，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。谢谢，欢迎再来。啊，什么？悬赏？啊，爹。爹果然逃到福州来了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你是猪啊？你今天新来就愁眉苦脸的，是不是嫌我们这大觉寺不好啊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我最讨厌挑三拣四的人，以后啊，给我小心点。
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吃什么呢？哎，是你呀、啊！哎，我说大和尚，你不是说你要跑到海南岛去的吗？怎么跑到这里就停下来了呢？是啊。哎，小兄弟啊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跑到这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家就住在寺旁的破房子里面。你吃的是什么呀？没，我这是熬点草药。草药？哎，对，草药。怎么闻起来有点像红烧排骨的味道啊？是这样的，你看我们后山出的一种山药，它味道特殊，它一煮出来这味道就像这个红烧排骨。是吗？这倒稀奇啊！我看看。哎呦，你这个手相非常好啊！你看。哦，是吗？非常好。好，我再看看这只手。你看我的手啊，我看你的锅。哎，不能随便掀锅盖的，掀了锅盖，这药效就会跑的。哎，来，我看小象啊！哎，算了吧你，酒肉和尚，你骗谁呢你？哎，你呀、啊，骗别人还行，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你锅里有什么吗？嘿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厨子。原来你也是厨子世家。嗯，敢问令尊如何称呼啊？嗯，那你听好了，站稳了，别吓着你啊！我们家呀。那是鼎鼎有名的。哎呦！你要出去吃饭啊？哎呀，金广福的菜太让人难忘了。是吗？我每天都要出去吃啊。我们也要去。哎，一个丫头抛头露面的，成何体统啊？又出什么花样啊？爹，等我们一下，拜托啊，等我们一下。哼，我才不理你呢。老爷，爹，等等我。爹，我这样行吧？丫头片子，花样可真多呀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走。少爷。什么？别动！你这什么东西挡了我摊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挡你摊子？你这当然了，从来就没做过生意，我挡你又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这摊子，我一天能赚50文钱呢？多少？50文。哼，小二，来了，赶紧搬走。Look， 100文。拿着，谢谢，给我停到后院去。别让闲杂人等动他。你可以把车停在这儿。可以把车停在这儿。你只要给我很少的钱就可以了，把车停在这儿吗？妈妈咪呀、啊！哦，让我想起了塞纳河上的菜，知道吗？塞纳河，什么塞纳河？在外国很少吃到这样的菜哦，太好吃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，少爷？这什么菜这么好吃？张少爷，什么？
这是草菇炒油菜呀、啊。你说的是金枣草菇？这是主厨最拿手的菜了，最拿手的。天哪！没错呀。哎，两位。没错呀，少爷。陈老板，谢谢，谢谢。小院银票，快快快快快！赏主厨，快！谢谢大少爷，我去请陈主厨。是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我好吃啊，啊，嗯，哦，妈妈咪呀，妈咪，我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太好吃了，多放点盐啊。萝卜切得细点儿，知道吗？是。嗯。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。那你看。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这菜得洗干净。哦。哎，你面擀得薄点，知道不知道？加油，过来。蔡老板。骆总，听我说，你的好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我今天上午才得到消息，皇上已经下了谕令，命令全国各个行省要推举名厨进京斗菜。只要你的菜能够击败对手，就能直达天庭，你要替你娘伸冤，当然也就不难了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可是天下高手何其多，我没有把握能夺魁啊。这也没关系嘛，在全国斗菜之前呢，福建省内还要先举办一次全省的斗菜，只要你能够取得全福建的第一，那雄章总督不就成了你的靠山了吗？这对你是一个很不小的助力吗？嗯，不过我这段时间来福州真的没有看见一个高手，所以我想夺魁不是件难事啊。对，就是这么说。哎，看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外面来了个杨买办，他可是咱们福州的财神爷呀，和总督大人也很熟的呀。你要是巴结上他呀，对你往后还是有很大帮助啊。嗯、来，客官，您菜齐了。真好吃啊，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外吃的那段日子，实在是想念那个味道，真好吃，那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张少爷，我刚刚听说贵店的主厨是个乌面。乌面？我什么？我哎呀，就是说陈主厨是个陈主厨是个女的啊。是啊，没错没错。哎，哦耶，真是太难得了。 very very 难得。我跟你说，当年我的祖父呢也是开饭庄的，所以我略知一二。根据以往古老的说法，就是那个女人当不了好厨子。是哦、啊、没错。菜乃万物之阴，如月亮，如水，如花，如果，必定要有男人的阳刚之气才能协调维和。所以古人把厨艺说成是调和顶耐，正是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找个女人当厨子，岂不是同性相排斥了吗？但是你的陈主厨却打破了这个道理。所以说呀，他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宝啊。蔡老板，妈妈咪，陈主厨快来看。少爷，好 beautiful， 这银票就是他赏的。哦，谢谢扎少爷。不谢不谢，大家都叫我 trust me， 啊，就是可以信赖的意思，啊，漂亮的姑娘更可以信赖我一辈子，啊，妹妹，哎呀。是色系。
冷暖世间情，功夫千载到怀下，万人难敌口中针，一朝一世显真假，一大一望功力尽显，酒中自有大量，盘中自有算计，身心宽进何须惊慌，日夜色夜心夜罢，花旦偏被美味香，日夜色夜心夜罢。